迎所有的铁粉，欢迎大家好，我是许昆，我是唐新奇，欢迎收看新奇大亨通。喂，今天新奇大亨通一定要让你们觉得别开生面，而且不一样的地方。来，我们马上就来看看我们新奇大亨通要带你们去什么样的地方呢？请看。5 4 3 2 1、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我们洞天的一系列。这个地方呢，也是属于这洞天啊，连锁企业里面 的其中一家，生意非常非常好。位于什么地方呢？在师大路，叫 Mino Mino 啊。Mino Mino 的店长呢，长得非常的漂亮，可以说是不但长得漂亮，而且是个女强人。马上就来为各位介绍一下这位大家一直想知道的 Mino Mino 的女店长，就是我们的 Makia。开玩笑，那个我们的女店长非常的有才能，而且是在这里，可以说 Mino 的生意非常，她一个人从早到晚从来不休息，全年无休啊。一年365天，他360天都在请假，只有5天上班。不啦，不可能的。啊，这个非常尽心尽力，那这个老板对他也非常的放心，所以把这个越来越的生意做得好，通通交给他一个人。哎，店长，自我介绍一下。好，你好，我是店长，我叫宜君，那个蔡奇安的宜君。宜君啊，哎呀，宜君不得了，这个名字多好听啊。宜，竖心旁的宜，对不对？心台宜。心台宜嘛，君就是君子的君嘛。对。你看宜君哈，这个很棒的名字。哎，你是不是姓周？我姓刘。刘宜君，哎呀，真是这个名字多美啊！光听着名字的话，就好比林志玲一样。刘宜君，我们的店长在这里服务了多久？三四年，在一个地方能够待三四年，表示这个地方有很多地方值得你留恋，也有很多地方是值得你可以待下来。对不对啊？有什么在什么地方值得你特别值得你留恋？这边是老板对员工其实非常的，是。然后其实他希望我们是对待客人像像一样，是是。我觉得大家这个像大家庭一样，待得非常开心。就是来这边机会都是熟客人，对，熟客人非常好。因为以前十年前啊，你们这有开始几年？我10年前常来这个地方，来这边喝咖啡，然后跟朋友来这边聚，然后来这边讨论剧本。在10年前，10年后呢，他们呢还依然在这边，生意呢一天比一天更好，比10年前更好。10年前来的时候是1、2楼全满，现在10年后来连外面都满。不好意思，外面在做公园的。开玩笑的，外面的住公园的，他们是刚才在抽烟的，因为里面不能抽，就到外面去抽，外面是抽烟嘛。对，那里面我们是绝对禁止吸烟，但是可以抽大麻。好吧，开玩笑，我们里面完全禁烟，绝对提倡这个政府的这个禁烟状态啊，完全禁烟，也不能吃槟榔哈，所以有槟榔不能进来，抽烟不能进来啊。好，我们店长在这里就是因为他说这个。整个的体制，老板对员工呢都非常的好，所以他才会在那边待了3、4年。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是家里住在隔壁？没有，也是在没有附近啊。附近。对对对。那还除了这还有什么原因？会让你想要待这么久？我觉得在这边可以认识到很多不同的，对，因为像客人啊，就是一直回流的也很多，我觉得就像朋友一样。而且这个是位于师大路这边，大家也知道师大路为什么师大路？因为这个地方湿哒哒的，所以叫师大路。对，那第二怎么会是这样呢？这里是师大附中啊，是师大，我们所有的那个老师通通从师大毕业的，啊，师大这边非常有名。师大这里有三大最有名的，第一，它夜市很有名；第二，它的女孩子很有名；第三，就是我 Mino Mino 非常有名。太玩笑了，三大天王在这个地方不红也难的啊！好，我们刚刚那个店长也是说他这边是30年，三四年来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三四年来是，我们真的是全年无休，就是连台风天也不休假。全年无休，连台风天也不休，为什么连台风天也不休？因为我们老板他希望说店一直都开着，对，然后希望就是说客人在那个地方去，他都会来这边，就好像是一个避风港。如果你在外面刮风下雨，台风天的时候没地方去 ，7-Eleven 都倒了，全家也倒了。但是最起码还有 Winner 很贵，它就跟你的家一样，一个港口，是你温暖的家。所以它这个开营业时间到凌晨三点，对不对？对。所以12点到3点的开放皆有来这边住没关系。开玩笑。我的意思就是，他为什么要开到三点呢？就是让大家呢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晚上睡不着觉的，可以来这里，大家喝喝茶哈，聚一聚，然后完了以后呢，回家睡个觉，也是很不错。开到三点，从早上几点开始？10点。早上10点一直到营业到下午3点，晚上凌晨3点。你们是几班制？3班制。2班。2班制。那假日到5点。哎呦，假日到5点。6到5点。哎呀，怎么回事啊？这是。假日特别好，其实假日因为大家是比较不愿意。因为假日可能有些人要等会接一点。还有一点是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大家去夜店玩以后，本来这边吃个宵夜，喝个咖啡，就很容易这样。隔壁呢就有一家很有名的，类似像霸王一样的，在隔壁。对，我听说你们冬天本来就有霸王。就是附近，对，就在隔壁，在隔壁。你是隔壁那家吗？还是斜对面？斜对面，那现在还在营业吗？还在营业。那刚是谁说他已经收钱了？上面都已经借钱了。下来。是谁啊？先把系列都开到三点。哎，查一下。我 Google 一下。居然有人说他已经收钱了，真的？小郑是你说的？不是。你说的，大胆，最大嫌疑。刚刚不是怎么有人讲说，那谁，他帮修的，他说他去问那个巷子的那个双鱼房的店长，他说那个其实没有收起来吗？还是他听错了，把导演唱一两哦，盖吧，还够那么好。刚刚那个我们可以这个很清楚的听到我们店长有说的话，他在这里呢，假日的时候是营业到五点，对不对？平常是到3点，那为什么晚上的时候就越晚越多人呢？因为越夜越美丽嘛，在我们台北的地方就越夜越美丽，越到晚上的时候呢，人群呢就越很多啊。有时候到了这个夜店啊，玩一玩以后，想到这边喝咖啡、吃个宵夜还是常有的事情啊。那个门店，那在这里有没有遇到一些让你印象很深刻的事情？也还蛮多的。比如说呢？有几个熟客，他们是每天都会来用餐。熟客。对，然后他们每天来用的餐也都是一样的。每天来用餐，然后吃的都一样。对。他们是大概吃哪一方面的食物？就他们大概就是吃像这个。这个。对，这个是。这是炖好。炖饭，鸡排加炖饭。鸡排加炖饭。是。那可能每次来都是。对。那还有呢？像这个凯撒沙拉，这个沙拉，还有这个炖饭，这个是素的，素食炖饭，素食炖饭。那他们每次来都会固定吃的就不一样。对，因为我都会觉得很好奇问他们，因为他们就是每天来一个礼拜，大概来6天。那你很好奇问他们，他们怎么回答？他们回答说，他们觉得说来这边是很轻松，然后他们下完班来这边，然后吃就是可以开开心心的吃饭，对。然后他觉得师傅煮的做的这些就非常合他们的胃，他们觉得就下完班轻松就这样子吃饭。哦，所以他们常几乎每天来。对，他们几乎都是每天来。他们是没地方去吗？还是？不是，不是没地方去了，是因为这里这个人呢有一个惯性，有个习惯。如果觉得一个地方不错的话，他会常去那个地方，是不是这样哈？是。所以他们也是习惯在下班之余呢，三五好友约一约呢哈，然后就来这边吃完以后呢，可能各自回家或者是干嘛，我不知道了。但是就是最起码他们很喜欢这里的气氛。其实说实在，你们这里的感觉整个就很温馨。来到这里你会不太想走，因为这感觉起来就是好像可以让人坐很久。那还有一点是最重要的是，它的这个餐非常特别，它里面的餐非常精致，每一道餐呢都有它这个很特有的一个独特的风格，还有它的特有的味道，还有特有的独门的配方。还有这个配方呢绝对不能告诉你，告诉你就没电了啊。
你刚好刚管控管的 OK 的，所以对不起啊，你要问他说这怎么做的话，他不会告诉你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品尝给你看，到底有多好吃，是不是真的如店长所讲的，很多客人来到这里以后都不会想走，流连忘返的啊、哦？为什么要流连？哎，不是列流连啊，我念中文，我们来你不恭喜啊哈，我问了，当菠萝蜜，嗯。流连忘返啊，在这边一直忘返，而且每次呢来到这里几乎都熟客人啊、哦，十个里面有九个熟客了、哦、没有，还是有些新客。当然有些是在借厕所，那不要多了哈、哦，借厕所还是要让他借的。哎，那那个这个附近有很多餐厅啊、哦，对你们这里会有冲击吗？我觉得是应该是还好啊，因为对良性竞争，良性竞争，大家都蛮良性竞争。是，而且我发觉你们这一排的这个餐饮好像走的都是比较大众化，嗯，哦，都蛮大众化，就一般的这个上班族也好，学生也好，或者是说这个任何年龄层的人也好，他们几乎都是花费得起，哦，对，也蛮便宜的。比如说我们讲这道菜就好了。这是秘制鸡排炖饭的。对，这是炉烤照烧鸡排做蘑菇炖饭。炉烤照烧鸡排做的蘑菇炖饭。做蘑菇炖饭，像这盘呢，哦，这盘呢在这边就很便宜的，差不多要将近3000块左右。对，对，这要不要3000？除以十。除以十。好。3000块，我讲的是月币，还除以十了，你看看，哇，那就不到3块了。哇，对啊，那个这个很便宜，这个也都很，这完全大众化。这你只要带1000块来这边吃，还有找。你1000块，10个人来这边，你觉得还有找，对不对？因为就1个人点，9个人看。1个人点，9个人不会来，不要念了，一定10个人都点了啊。好，那个除了这个餐点以外哈。这个我们这个餐点，这个应该是凯撒沙拉嘛，哈，是，这是烟熏鲑鱼凯撒沙拉。烟熏鲑鱼的凯撒沙拉，那这个是素食的蔬菜炖饭。对，为什么我们在这里也要特别强调一下？为什么到每家店去哈，我们都会不管是荤店或素店也好，我们都会希望呢，比如说在荤食的店里面呢，我们都很希望他能够准备一些素食料，因为现在健康饮食发展特别多，那。一般人都不太知道说这个婚店里面到底有没有素食呢，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提供给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告诉你们说，不管到哪一家婚店呢，其实还有都有不错的素食可以等着你来享用，所以呢不管是吃荤的也好，你是吃素的也好呢，你们通通都可以来这边，这里有很精致的素食呢可以为您提供啊，给你享用啊，这个是对店里有加分作用的，因为很多人不知道，有人说卖荤的就卖荤的，现在不一样，我们就用我们的节目的特色呢，就是要告诉人家说，这里除了有卖荤的，那它一定有素食，所以这个荤素皆宜啊，荤素皆宜，只要是想要来的人，通通都可以来。至于这里的饮料就厉害了，这里的饮料到现在都还没出来，你知道为什么吗？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呢？因为人太多了，吧台的收操没用啊。哦，金博云，金博云，好，但是不要紧，我们趁他们在忙的时候，我们现在稍微品尝一下，光说不练呢，观众还体会不出来这吃的感觉。我们今天请到一位美食达人哈，他来吃吃看，说为什么这道菜有这么多？我是不客观的哈，我们叫旁观者，旁观人，旁观。哎，怎么念都是膀胱哈，叫有膀胱的来吃好了，叫膀胱的吃来，阿昌，不要假装在那边坐的好像真的一样，可从到也没在拍，好来，你来试试看，你来试试看这个好像也倒茶，来你坐那边，哦，好，那你不要移动，你这个让他来就好了，好，这小事已经交给他了。吃看，吃，告诉一下我们观众朋友怎么样感觉？好的，哦，哎呀，要小心哦，它这个是秘制照烧鸡排炖饭哦。照烧，照烧的意思，如果你不管烧多少，就叫熊来修了一个。照烧了，不管烧多少钱，叫熊来修了一个。照烧，炖饭。哎，这可以吃吧？可以，都可以。这都可以吃的哦。那我就放心了。现煮。熟的。它这个是照烧酱的那个灵芝吧？对。
所以它那个饭粒里面呢、啊，因为酱汁有进去，在咀嚼的过程，那个香味会就是一直不断在跟着咀嚼过程在搅动，然后你这个那个饭淋了酱汁之后啊，啊咬起来还蛮顺口，很好吃。饭的部分棒。哎呀，你不简单呢，你很难得把一道菜讲得这么淋漓尽致，真的，而且连去十家店讲的都一样。哎呀，这是我最佩服你的，你都没有别的台词吗？开玩笑，开玩笑。这个我们阿昌啊，他是美食达人，他是等于是我们的白老鼠吧。他先吃，半个小时之内他没怎么样，我们再接着吃。开玩笑，开玩笑啊。来试试看这个鸡的，很棒。如何？他这个处理过的，所以他那个鸡肉啊，是弹性恰到好处，咬起来，然后那个香味啊，对，一直边咬边肆意，然后再加上。油脂，油脂，你这个肉，你说油脂是它这个鸡的油的脂，就是，讲好讲好，肉，感觉想让它油滋滋的，太好吃了，就很它的油脂不会很油腻，对，不会，但很清淡，刚刚好，然后那个拿捏的非常好，所以这只鸡基本上表现得很好，很好，对不对？对，掌声鼓励，真的这个鸡呢不错，它那个鸡呢不是一般的土鸡，也不是放山鸡，也不是起老鸡，你到底下面给呢？您刚在下面给我们在那个门店讲，这是你知道它是大概什么意思？它是鸡，非常好，它就是一般的鸡了哈，没有什么特别那个。它是去骨的鸡腿啊。去骨鸡腿，这个在我们的制作烹调过程呢，它会先把骨头去掉，完全就只有肉，然后上面去照烧。那先腌。哎，还要腌过，腌过以后还要再照烧。照烧的意思就是说炭烤的意思。对，它没有先进烤箱。进烤箱。烤箱。出来以后烧烤。再煎。再煎，然后再出道。对。哎呀，这个是。要花比较长。所以要花很长的时间了哈。好，刚刚我们就请我们的阿昌呢品尝了这个，来阿昌来，是你还有任务在啊？还有任务？因为我们两个来吃哦都不客观了，嗯，所以我们叫膀胱来吃，膀胱就行了，是。哎，你试试看我们这个。不要来。哦，没关系，来，请，来来，随时都可以进来，你随时都可以去欢迎你来，没关系。首先，这个水果茶它有很多种水果，对，我有看到。柠檬、苹果，柠檬、苹果，荆棘，还有柳丁，哦，有柳丁，芭乐，芭乐在哪里？还有香蕉，香蕉你的芭乐。讲那么多水果的话，就那么多水果，到底喝不喝？嗯，很好喝，冰冰凉。你有哪一家说不好喝的？你有哪一家说不好喝？你每一家也很好喝，但是的确好喝。哇，这一喝起来，这一喝是十几水果的感觉，好多好，就好像有好多种水果打在一起哈，配上红茶，这样搅在一起。那你们应该是红茶，是，没有错吧？哦。很多十几种水果打在一起，配上红茶呢，调摇个雪克出来，调配出来的饮料，非常的营养，这其实是充满了营养，这很健康啊。嗯，这有点像波蜜果菜汁啊，但比波蜜果菜汁更营养。嗯，因为它是全天然的，全天然的，很不错。而且所有的茶类呢，大家可能有所不知，红茶呢其实是很不错的，因为它对身体呢可以补充热量。补充体力，红茶对身体很不错，尤其对这个心血管疾病的啊，或者血液循环呢，也有非常好的那个保健的功用，很不错。要多喝红茶对身体不错。那你要不喝？我常喝。那你喝看，就讲一下你店长哈，对这个饮料的那个评鉴，你要推荐给大家，为什么知道喝这个？是，因为水果茶在我们店里算是很多人都会。就大概十个客人，大概有八个客人会点水果茶。是，因为它是以新鲜水果去做的。对，那现在人都还蛮注重养生跟健康，对，所以像水果茶比较新鲜，就是新鲜水果去做，所以很多人都会点它。是。那你是喜欢喝酸酸甜甜的？对啊。这样子。所以就是说，那个水果茶在我们这个冻店系列里面，可以就是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啊。
这个我们店长刚刚喝的感觉是说要推荐给你，如果你来这里的话，你可以来品尝一下冬天的水果茶。好，品尝。哎，你觉得这个整个感觉下来呢？他们的菜，你来猜猜看，酱感酱酱子，三杯饮料分到出来总共要多少钱？对，看你猜的准不准。我，你猜，然后让我们店长来答，看你猜怎么猜的，总共要多少钱？8万，这个价是八零八万的，你当然抽奖了。哎，三道菜加三杯饮料，总共多少钱？应该1400、1500吧。1400到1500，嗯，对不对？因为这都主餐嘛。OK， 那我来猜好不好？好。我猜到800多，800到1500左右。哦。800到1000左右。我猜了，这三杯饮料的三道菜，差800到1000左右。嗯。那我们让店长来猜一下。这个这样加起来大概是1100块。1100块吗？你刚猜多少？多少？1000。太有口水了。我们猜1400、1500。800到1000左右。我看也差不多这样，因为它整个是很大众化，这任何人来这边都消费得起哈。不过这老少咸宜啦哈，小到5岁，大到90岁，你来这边通通都可以。啊，5岁你也可以来这边。但5岁呢，他有一点好处，你5岁来这边的话，他不收你服务费，还打8折了，哎，就是同儿童餐嘛，打8折，是吧？哎，像你就不能，你就没有办法试吃儿童餐啊？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你嘴巴太大啊！那个店长，你最后呢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要告诉我们所有的好友？哎，最后，是大家如果有经过师大路，可以到我们店里来看看。对对对，那我们店里是开到清晨3点，那就是欢迎大家，就是学生啦，或是一些团体定位啊，或什么，其实都很常来我们店里举办。对，那就是希望大家就是来看。假日到5点嘛，对，假日到5点，平常到3点嘛，对。好，哎呦，开了啊，好。那今天这个洞天系列呢，我们在这里呢也参观了很多，它有夜景的，有海滩的，也有在这个我们的城市设这个整个这个都市丛林里面的，有别具一番风味啊，是有海洋风的，那这里有欧式的啊，是什么都有，隔楼中楼 penthouse 型的啊，是也有在这里 Vino Mino， 我们可以品尝到很不错的精致美食，还有很不错的水果饮料啊，还有各式的餐点，还有各式的饮料，还有我们最美丽的店长在这里为您倾心的这个亲自的为你这样子的服务啊，这个可以说是拼起是您的生命了，跑步是您的根本了，这个位已经变成是都是 local 啊，哈，放心，我们店长完全 hold 得住现场，是啊，那非常好的哈，所以在这里我们不禁要赞叹一下，说这个 Mino Mino 赞了。在这里，我们不禁要赞叹一下，说这个 Mino Mino 赞了。还特写的，还有特写。
在这学士照吗？今天这个地方是不太一样的，对，完全不一样，而且让你们觉得这个真的别开生面的。好，如果你们想去的话可以尽量去，没有关系啊。现在接下来就问我们唐姐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的。好多地方都想去。如果你们有需要什么宣传广告或者是服务的地方呢，马上私讯我们星奇提笔小编，会为你做最棒的服务。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唐姐创作人唐星奇为各位准备的最棒的歌曲重现来过精彩片段，请看。谢谢。